第四十题，阿瓜和家人过年放假到台北玩最近很夯的密室逃脱实境游戏。这个逃脱实境游戏是透过团队合作、优异的洞察力、逻辑性，找到密室中的线索，进而逃脱成功，完成任务。阿瓜和家人已经到了最后一关了，前面竟有四个藏宝箱放了四把不同的钥匙，可是开藏宝箱的机会只有一次，只要将手中秘籍的句子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就能找到正确的出口钥匙。阿瓜和家人该打开哪个藏宝箱呢？这一题是附了一张图，图上面就显示了藏宝箱跟秘籍上的问题。那么我们看到第一个，他说处理卫生块的时候常加入二氧化硫，这是对的。在这里二氧化硫是当作漂白之用，而这个漂白的作用跟其他的漂白作用不太一样，是他在这里做的是还原剂，所以是对。我们就来看这个，在食物或化学、食物化学或者食品化学中，维生素是属于氧化剂，错。维生素 C 呢是叫所谓的抗氧化剂，是要抵抗氧化的，而不是让它能够氧化的，所以这个是错的。所以我们要选择错的，错就选择了漂白剂是强氧化剂，对。一般的漂白剂呢都是所谓的强氧化剂，所以呢我们要开的是以这个保险箱，所以第四十题的答案呢我们要选择的是 B 乙，所以第四十题我们答案选 B 乙。